之后你会做什么？大家好，我是杨静。前疫情的状况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企业的防线，员工的安全，下一步企业的安全。如果没办法保证员工的安全，片段呢有分多种，还是要剪精华片段。这会是一个不得已的好事。我们现在这么做的话，可以提升顾客心中的形象，也能为社会尽一份心力。好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怎么办？我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。身为一个企业，我们应该尽到社会的责任。但是作为一个公司的老板，我又不应该让我的员工暴露在可能染病的危险之中。好了，继续吧。经过刚刚激烈的讨论下，我觉得无论赞成或反对，都有他们自己的利益存在。但有得必有失，而善待员工是我们公司的宗旨，所以我们要把这宗旨贯彻到底。最后，我决定还是以善待员工为上策。